在黄土高坡，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，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。六百年的城墙如今让你随便触摸，西安的小吃足够让你变成吃货。在你的脚下曾经埋着王孙显赫，和平门下马陵是最低调的一个。西安的女娃喜欢张喜，买张喜，像个城门楼子，四四方方的洒脱。给你说西安地灵，说话不敢胡说，背后说谁坏话可笑笑不好过。这些妇女。西安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。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，美吗？帅，刚好。因为我明天要去出发去西安，所以现在正在整理行李，非常讨厌的一个环节。现在我终于把要穿什么搭配好了，然后穿什么搭配什么鞋子，然后什么耳环一套一套搭配好。我妈妈正在打包，然后装进行李箱。现在是3:40吧，我刚整理完头车，明天早上8点的车。每次要去别的地方，就是前一天晚上就根本睡不了觉。希望能睡。我已经到机场了，放了蛮久。谁叫他？好，看一下我妈浮夸的眼睛，吃了都瞎了的感觉，实在浮夸。肉丸胡辣汤，感觉不怎么样。蛋菜夹馍，房间应该是蛋黄吧？现在是蛋黄，要吃蛋黄。这个什么菜？还有果仁，还有蛋黄，还是蛮香的，比胡辣汤好吃。我妈现在来洗耳朵，掏耳洞。之前一直在抖音上看，来实现她的。
骚味。我们现在十秒一个姿势开始。这里好像都开了那个地名了，好热，现在我跟我妈就在那晒太阳了，再过夏天去洗澡洗澡。我妈现在为了另外一个外卖了，就在那边等，然后外卖其实就没有多远的距离啊，到了就再走过去就好，然后他天天在那边等了快5分钟，他被罚站一样，他人急性子没办法，就一定要在那边等，我得笑死了。还有15米，不管他，要站就站吧。看那个妻子的语气，跟智障。江江，我觉得来到一个城市点他的外卖是对这个城市最起码的尊重，所以我们要开动啦！耶，配饭，妻子的皮，不哭。我现在要出门。推荐说这个臭豆腐夹馍很好吃，快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好多吃的呀！臭豆腐夹馍。这个饼感觉好好吃，很饱，很饱的感觉。
点的鲜肉，鲜肉锅盖，好烫啊，烫死了。这家店，这家店我之前好像在福州有吃过，忘记了。我妈很喜欢吃烤肉，所以我们就选择这家吧。哎，因为她可爱。点餐的女子。房间要批租卡，你明天在要吃，讲到这个事，哎，是我妈的命根子，大炸汤，感觉差不多。这个黄油香菇感觉很好吃，很香，我很喜欢吃香菇。像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不敢吃香菇，就很不理解，香菇有人会不敢吃吗？它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啊。我觉得我那个朋友是异类，希望那条朋友没有看到这个，不要看到这条日常。等待日落。你们这些女孩子啊，说话总是不听，出门就不要穿高跟鞋了，知不知道？这朵是我吗？我一走一路你不要走，很入味，就这个是
圈这个样式还蛮好看的。这个不是这样。你把手放在脸这样子撑着，然后不要拖到肉了，就轻轻的搭着就好，然后闭上眼睛跳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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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手举起来，你手要举起来，去站在那里，远一点，手要举起来，手要举起来，Hello。我回来了，刚刚我在车上还睡着了，今天太累，主要穿了一双高跟鞋，走了很久，下次一定不会再穿了。然后我照旧点了外卖，然后去洗个澡，洗完澡晚上就刚好到了，可以享用。要说到这个外卖，我刚刚就是发了一条博嘛，然后就在问说西安有什么好吃的，没想到关注我的西安的姊妹这么多，给我推荐好多。然后就点了外卖能叫到的东西，叫不到的我就明天再去吃，就好，是真的很好，那种感觉真的太棒了。而且你们还就是会这样子，就是同个地方，然后在讨论说吃的东西，就觉得说晚上冲浪真的还是有很多美妙的之处，真好，爱你们。外卖到了，这个是有一个姐妹说的烤腰子跟油馍，所以叫我一定要是小竹签的。还有这个鸡爪是真的挺好吃的，店名我后期再写，是真的很 Q 啊，那个鸡爪真的是很 Q， 因为我们正常入味的鸡爪都会很黏，就是肉质就是很黏很烂，但是那个就很 Q 又很入味，实在是过分好吃。然后这个酸汤水饺是我妈想说试看看，但汤头就跟那个第一天吃的那个就不一样，没有放芝麻，我觉得东西一定要放芝麻，如果没有放芝麻的话就少了灵魂。我还叫了一个什么椒麻鸡还没到，但是看了那个还是说还要半小时才到，所以我们要先吃啦。好多废话，先吃啦。今天是我来西安的第三天，我们现在要去火车站，然后坐搭车去兵马俑。待会见。我们现在来买那个麦当劳，因为车还有40分钟，所以想买辆车上去，免得去那边太饿了。今天涂的是196兰蔻196胡萝卜色，美吗？讲讲，发车喽！我们到了，然后看到这个树，我妈说要过来拍一下，她说美，超美，这些树。
错了游览车了，我会懒得走，而且还有讲解还挺好的。真的推荐大家坐这个车，只有夜汤一直是晚来，只有讲解开心和建造温泉宫的一个规划，中间双龙举杯的就是这个款，知道吗？在唐代的时候呢，都是以胖为美，非常圆润，双下巴，男的女的都是以胖为美的啊。上面呢坐的就是玄宗皇帝，嗯，旁边呢就是非常优秀的高力士啊，太监。然后再看杨玉环对面这个脚上背对着的坐的就是梅妃，梅妃两边呢有两个宫女，手上端着石榴和柿子，你看到了吗？嗯，还有杨玉环呢举杯的胳膊上戴了一串串的东西，叫蓝田玉，这都是当地的特产，又称三大宝。石榴、柿子、蓝田玉，啊，石榴、再看右下角满脸胡子跳舞的老头，就是安禄山。整个华清宫呢，就毁在他的手上。太好了。
好了吧，不用排队。点了多肉葡萄，我还没有喝过嘞，试一下。据说这家鸡爪很好吃，买了好多回去给朋友吃。朋友吃，真的就是这个。我刚喝了一杯，就是多肉葡萄，然后会觉得非常口渴，进来，因为看到没有排队，觉得不买就有点缺少智慧，所以就赶紧又进去买了一杯，四季春，哈哈，没有排队真的是买的就很开心。现在要叫车回去了。给大悦城总结一下，就是使人迷路，真的使人迷路。刚才走了个厕所，绕了一圈还是找不到，使人迷路的一间商场。灯还是要上昨夜那么美丽，真的吧？好像在排队。好多人啊。好像是牛肉，所以我没有加。网上找到的推荐。推荐的。朋友推荐。找到的。실수를 한 걸까 도통 풀리지